向练习生2月2日开启了小组对决形式，将会有一半的练习生面临淘汰。第三期只播出了半兽人两组对决的片段，其他小组将下周五播出。但爱奇艺独家放送了蔡徐坤 PPAP 个人现场和陈立农大艺术家个人现场，让观众率先一饱眼福。蔡徐坤的选曲很大胆， PPAP 作为神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这次的改编将会有很大的难度。蔡徐坤选择了王子异、朱正廷、周蕊、周彦辰作为队员，一同进入 A 组进行表演。从个人现场来看，蔡徐坤的造型大变，着方格西装，将头发梳成大背头，整个人的气场就出来了，台风稳健，表情管理也十分到位，一出场的舞姿将 PPAP 的魔性展示得淋漓尽致。陈立农的曲目为大艺术家，这次的舞蹈走的是帅气风格，陈立农整个人也似乎变了一种气质，一改以往的可爱表情，气场全开，开场拽拽的走出来的动作可以说是相当撩人了，眼神犀利，动作到位。许多网友表示乍一看还以为是王俊凯，在这次表演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陈立农，所以说他的潜力还是比较大的，不仅可以驾驭可爱范，也酷帅的起来。